今天我们要去圣淘沙的海洋世界，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到Sentosa了，要选 Resort Road 的这条路。你怕怕？为什么？不会掉的。海豚。
像是哎，这是。走出去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很多鲨鱼。等他的旁边。还有鱼。再走。不可以走呢。你等他旁边就好。今天我们来 S.E.A Aquarium 很开心，请点赞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你们可以去我们的频道哦，那边有更多的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在上面的呢？拜拜。很大只的，哎，我觉得几年前更大只。一样的啦。